往上往下，我们往这个桥。哦，那就要走错方向了，要到这边来才对。没关系，来吧，报告了。大哥，你开车好了，在苗圃知道？我没有开车过来，我今天是坐捷运到士林之后接人车过来。开车过去干嘛？因为有时候。大有的。这边车公司应该很少。大点菜。这个，你叫那位置后面那个地址给你看。没有，150现在20。要搬要搬要搬。过去过去到地都没有。学生应该这样，先问一下我怎么不敢说。来，有什么活的 S 呢？你下一次会更惨。其实我有一年啊，回学校读。Got a little niece in Carolina. Just the other week she turned 4. I ain't been to one birthday party.这边有酸的，肯定有甜的，甜的有，酸甜苦辣。先生正走了。没有。OK， 先带你上去，我要到上面上。这下面走很凉快，所以你怎样走？然后花那么多凉。让给厝边。哎，厝边。啊，让厝边就进去。他老爸老婆值班，他老婆看。刚前的那个。刚前那个。厝边这样。对，还是好。和之前都是下雨。对啊。走，这边有小巴会到了。有。要搭到那个建潭站。对。那明天从宜兰几点出发？到8:10几。那个地啊，那个狗啊，那狗那个狗毛。9:20到，差不多9:30。
坏人进去的。我们这边都是未免的。走，谁去呢？你们刚才停车那边好，对面那边就是那个，一个老板嘛。只有两部分。然后假日才会。像我们家附近那个金主六号房那个，就是之前那个游司仪跟照片。五六，那礼拜天又没有了。很走很辛苦，不会，会不会？嗯，对。不然老师都没有录镜。对呀、啊，对。对啊。啊，不是。这个就会让人家说，哇，你在拍，太自恋了。都是自己的镜头。哇，老师，这是我们智慧的。没有，我就想说变蛮多的老师。现在的近照大概怎么状况？大概近况啦，都知道。不用变幽默了。他们说你以前很凶，我就不用在那个谁以前很严肃影片里面再打上了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不用。他们说你以前很凶，以前谢老师他会修理老师，体罚男生，人不多嘞。为什么呢？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没有结婚，然后我们呢？对呀、啊，我说他现在不在呀、啊，他可能去那个东学西。要再利用台阶的高差来。被人家先抢先一步了。另外的头脑，我某个姑娘，我们五两都管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昨天来是？老姨啊，怎么样？他是你们没有再联络了，阿妹啊。他的花有对，今天就是他的手。我们女人想到拼罗东，他们拼不成。这个可以录音效。这花可以录，那不是谱？哇，够用进去啊！不要让你在后面，好像我们没进度啊，不是啊，他们那个进度已经很前面。不是整个拿进去摇哦，冰岛，他那时候去中午去和平岛吃饭，然后搭游览车去了。肖志斌，肖志斌也在北部吗？在桃园。桃园对啊，还有秀文呢。肖志斌会去找你。没有，可能秀文那种比较安静，对，比较安静。阿斌也是啊。好吧，爸爸妈妈还有。压力比较大的话，就换一些老物。这个叫什么？壁虎啊？怎么壁虎呢？我去看那只乌眼，感觉不错，然后上次壁虎。他家人还不是结束，哪有在那边等时辰，你知道吗？哦。漂亮，戴手饰。
你们乖啊，我们那夜间不难做完的。嗯，这个很难。很难界定。一般大家都喜欢涂几个有混到一个比较胖一点，还有一个比较高在这边。那个大巴搭不上去，要去报道，很奇怪。我是请武功专，请武专嘛。现在看我们叫我们排到 B B 过，给那个也会啊，就躺在那个前面的嘛。啊，排号吧，真有门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啊，不会了。我还记得那个班长是谁啊？就是这样啊，这么凶的你才会记得、啊。还 B B 扣了，我度数已经500度哎。好，你要不要赌？好。对啊，就是。哇，以前更高，以前没有165，男的没有165还不能去。对啊，身高还有身高限制啊。好像，因为我看了有一个很矮啊。现在出来怎么那么矮？这也能当警察、啊？对啊，啊，他40，在我们家那边，在我们那边算小户了、啊，不啊？吓我一跳，而已。我们那边真的，我们算小户，所以我们算小户啊。小咖，真的也是。所以我们那边真的算小咖。我就在麦当劳后面那边。哦，蛮好的。对啊，麦当劳一小租给学生，麦当劳一小旁边不要紧。花也是一样。很大。那寒暑假可以去找他一个同房。他没有话说，但是最近没有讲，现在当警察了。对呀、啊，刚刚你跑太快了。你小心啊！拜。哦。去拍一下，好大只啊！对，它都胶。哎，看到塞了，看到它塞了。它有特别胶在说不定要去的对。哇。它是不是有那位？那他们都跑起来，是有那位。后来就找到一个
摸到他嘴巴了。他不会，可是他会抱怨。